有两个鹿啊。你摸摸那脚，你摸摸那脚，你摸那脚。啊，那毛是哪在田螺？来这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翠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农村人在鱼塘里面抓鱼？今天给他拍的视频就是村里面的人抓鱼，拿那个叔叔已经拿那个网子下鱼塘了。我有拉一脚。看，看了两个小孩子。谁家的？放塘抓鱼。拿那个做房人房叔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他捕到了什么鱼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有点痛了。哦，那个是鲤鱼，你看飞到这里来了，在那个淤泥里面打滚，这个丢出来的也是鲤鱼啊。卖鱼了，卖鱼了，小鲤鱼。兄弟，大家跟你们快乐去也想些。咋的？这个，这个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姐妹。哎，工作还有些呢。有个哎，拿这个黄瓜打的，哦，有炒饭的。啊，脸呐，那皮有没好？嗯，那讲个脸，嗯。你看，你说说，别别别别，走开走开，小朋友，哎呦，欢迎大家进直播间。哎，这个是莲子鱼，还是蛮大的哦。看一下我的手啊，看一下我，比划一下我的手就知道大不大。这条鱼，哎呦，这个。来，这个底薪呢？鱼有多重啊？来来来，看一下这条鱼有多重。哎呦，几斤几两啊？四斤四。啊。还两斤红菜没呀？没呀。啊。莫炒错个，莫炒错个，太热天了。最红的两斤几两斤啊？这条是十七码啦，十八码啦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我们摸摸分量啊，十八码啦。